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计较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32集的节目。今天来大家做 Kingdom 系列的 The Last Class 的神鹰。这款的话呢，我在玩具店看到，那因为刚刚上架啊，所以呢有机会呢就抢到一个，目前是比较抢手的一款玩具。它呢是 Beast War 里头的一个角色，到底性别是男还是女？两种说法都有，好像说应该是男的，但是说什么好像因为什么原因又把它设定改成是女的啊。这个不禁让我想到两个人物啊，第一个是进击的巨人里头的韩吉啊，漫画里头一直没有啊说明他的性别，但是动画片因为有配音的关系啊，似乎把他当成是女角了。另外一个则是这个 Final Fight 这个 Capcom 的一个游戏啊，里头那个 Poison 的话呢，也是一开始是女角，后来因为引进到美国还怎么样，游戏的关系啊，就硬说他是人妖啊，所以呢这个又是一个不忠不孝的死人妖。这一次的话呢抽到了 Artemis Prime 的人物卡。我发现呢我这个每一次大量采购入的时候呢，如果是买一波大概全部都同一个角色，那这一次这新的一波之后，我反正就能抽到新的人物，蛮妙的。那在闲聊当中呢也给各位展示过他的盒子啊，还有这些纸制品了啊，我们就来看到这一款神鹰。目前呢网上的评价还算是可以。那我个人呢因为 Beast War 的话呢，我是只有看前几集，那个时候呢是没有出现这个角色的。那我这样子把玩了之后呢，到底还原度相像到多么样呢，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造型还是比较好看。而且他的这个额头上的这个金色啊，有一点埃及的这个 style， 包括身上的这些部分也是啊，然后就有点像天空之神荷鲁斯，对不对？这个颇有神话里头那种战士的感觉。手上的两枚的这个子弹涂装的话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看，这种金色啊非常的优雅，我个人觉得很贵气了啊。那但是他这个子弹的话呢，这里啊有点意思啊，孔洞呢是六角形，但是这个插进去的是圆形啊，也就是说呢它这个进去之后它是可以在里面是这样子转动的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固定住，腰身可以转动，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眼珠子的话呢有特别把它画得很大，那面容的话我觉得好看啊，我喜欢人脸的一个机器人。然后这个像是羽毛的这个头冠，像是真的是很鹰的这个头啊，非常好看。然后身上的话呢有这个羽毛一样的这个科纹，但是呢在这个头顶鸟头的这个部分就有点像毛发了啊。那背后的翅膀的话呢，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凸，那这个地方是变形的时候要去特别去留意一下的啊，就是你又要把它变形的时候呢是要把它整个往后推它才能够凸出来。那这一片会掉已经不止一次了啊，我手上的这一片是特别容易去掉落的，那我不知道是我的通病还是怎么样，但是掉了就再扣回去就行了。羽毛末端有一些渐层的效果，然后这里也是这个做出大片羽毛的刻画，然后这里有这个玩具公司的铭文，背后给各位看一下这一块的一个颜色是鸟的背部，那这是鸟的尾巴了，那后面就整个都是羽毛的一个刻画雕塑了。那这里有小空洞，那么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空了，这里呢是可以安插你这个子弹，如果你想要把它放在后面的话啊，当然也是可以的。裙甲可以动，可以掀起来，然后没有办法判定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真的是很迷的一个，对不对？那这个脚的话，前后左右踢啊都没有问题，侧踢也没有问题，而且他的这个髋部的话呢，一样啊，并不是使用球形关节。那外白内缩的位置呢，再稍微偏下一点点，不过无所谓。他的这个脚的话呢，有这里比平常人多了一个关节，手也是一样啊。你也可以发现他的手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多折一个关节，这个都是变形的时候呢会用得到的。那整个人形的四肢比例啊什么的我觉得是挺好看，那身高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缩水，那好看这一点是没问题的。人形的美型度呢我个人是觉得非常足够的。那由于是一个有这个翅膀的一个家伙啊，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这个的话是后面这一块啊，这里的这个尾巴啊跟这个本体中间是有一个凸根，然后是可以扣进去的，那如果你稍微把它解开之后，后面的这个地方是可以安插一个支架，如果你想要让它做出一个腾空一类的一个造型的话。那由于它这个本身呢有翅膀，你可以把它完全的展开，好，就是做出一个
飞翔的一个造型啊。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脚架了啊，但是还是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这个让它有一种从像是从空中啊对地面呢做这个射击的一个感觉啊。如果放不好，我们就转一下支架啊。OK， 那展示性了啊，可玩度还是相当之 OK， 还是有的。身上的倒角处理也是不赖，但是呢，它的身上的关节的松紧度呢，我觉得不是那么样的，有些地方偏紧，有些地方偏松，而且偏松的地方呢，我发现把玩几次之后啊，这个松的程度呢是比较快的啊。那具体来讲的话就不多说了，反正各位明白知道就行了。那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必须把这个凸呢给收进翅膀里头。那这个做法呢是要把它这一片双动关节整个是推到后面，整个平推到最后面之后，再把这个凸给收进去啊，这样一来整个翅膀才能够打平。那这里的做法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如果你这样收一定收不进去，你要把它整个退到最后面，这一块往后面退到最后面之后，再这样子把它给放进去啊，这样子然后翅膀呢就可以完全打开了。当然你平常的时候呢也是可以让它以一个飞行的一个鸟的一个形态啊把玩也是没有问题了啊。再来我们就把它的一个背后这个部件给打开，那后面这个翅膀尾巴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解开了。我们接下来要做呢是把它整个上半身往上面提上去。那往上提上去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这里把它往上提上去，重点就是在这里的啊，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黄色的连接杆，黄色连接杆在人形的时候是折下来的，变成鸟的时候是把它往上面抬上去的，这样整个往上面抬上去，你会发现它整个身高是往上面提上去了。再来我们把这个地方呢做头人鸟头跟人头呢做一个翻转，这样子就头型的一个转换，将人的头给缩进去了。再来我们就把这个后面这个卡扣呢给往前面扣上去，那往前面扣上去，这边这里往上扣上去，包括了这个后面的这个扣，是只要扣这里，主要是鸟头这个地方扣进去这边。好，然后呢另外的这个是扣到下面这一层，人形的时候扣上面，鸟形的时候扣下面啊。那这个尾巴的话呢，我认为鸟形的时候应该是不扣吧，我看说明书我看不太懂，但是我是觉得不扣好了，因为好像扣不太到啊，应该是没有办法扣回原来人形的位置了。那最难变的部分已经变完了啊，接下来这个手型就很简单，转成这个方向，然后这里不是多了一个关节吗，把它往下面转下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缺口，缺口就是要把这个凸给塞进去，从这儿把它给放进去啊，就很简单，这个手的变形很简单。但是呢应该说它整体的变形都是很简单，但是说明书包括盒子的话呢是注明它有22个变形步骤啊，真是吓得我屁滚尿流失了魂。再来下半身腰转180度，然后呢把这个脚往前面抬高伸过来，把这个黄色的凸扣进这边这个洞，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呢这个外摆内收旋转180度，这样子扣进去，再把这个脚往前面打，再把这个鸟爪往前伸啊，这个地方是非常简单的，说明书写的非常的复杂，其实它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啊。应该是说呢，你只要能够变到，你只要记得把这个大腿内侧这个洞跟这两边这两个黄色的凸，只要能够扣上去啊，基本上呢这个变形的话呢，你就是可以顺着我们所认知的鸟类应该有的一个形状呢去把它给变形完成了。那么呢最后的话呢就是尽量的把它给压扁，尽量的把它给压扁，然后它的最后这个子弹的话呢按照说明书的方法是放在这个侧边，然后呢它的变形呢基本上算是完成了。可是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呢再说一下啊，这个玩具公司是非常邪恶的啊。不论是说明书啊，还是不论是合会也好啊，合会 OK， 你会发现呢他们呢极尽所能的呢去掩盖到哪里，掩盖到它后面这一块部分，它极尽所能的把它给藏了起来。那正面的合会就更不用说了，直接把它画成一只鸟了啊，已经直接把机器的部件呢全部都隐藏掉了。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下，以说明书来讲的话，你看
对不对？他变形到这边最后，他给你说你转过来，他还是不让你看到后面的样子。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反正大家明白就好。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变形过程算是还算好玩的，还算好玩的。那变成鸟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一代非常的非常大一块啊，我相信应该没有其他的变法，应该也就是这样子了啊。后面这个地方能不能扣进去啊？我觉得好像硬扣可以，扣得到。好吧，那我们就把它扣上去吧。但是呢，后面还是很大一块。那正面来看的话就还行。那这个脚的话呢，你可以稍微的去前后再动一下。如果你想要做出一个往前面扑啊、扑击啊这些东西啊，还是可以的。那往前面扑击的时候，这个鸟头呢是可以往下面搬一个角度，包括它的一个这个鸟嘴的话呢，也是可以打开的。但是呢，可能要借助一下道具，因为这个部位实在太细小了啊，太细小了。OK， 好，这样子，鸟的嘴巴是张开的，这样子，然后可以把这个头往下面一点点。它就有一个往下面小鸡吃米图吧，封面是神鸟凤凰，但是实体是小鸡吃米的感觉。那主要还是玩翅膀了啊，翅膀上下动，上下这样拍，然后翅膀可以往这边张开，然后以及这个地方的话呢可以往下反折，所以呢你可以把它做出一个类似于是这个尾这个翅膀收起来，头低低啊，类似一个像是休息的一个状态，还是放在手上好了，这样的。嗯哼，从这个角度看还是挺好看的啊，因为我们把这一代给隐藏起来了。那放在桌上好不好玩？我觉得也不赖啊，也不赖。然后在这个在鸟的形态下呢，当然这个支架也是可以用的。哎呦，戳歪了，很痛啊。这个放上去。嗯哼，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让它展示吧啊，既然已经装上了支架。哎呀，这个又掉了啊，这一片已经是掉了很多次了啊，估计会越来越容易掉吧，还是怎么样。好，那么呢这个的话呢就是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算是这一波的玩具里头呢比较抢手的一款，这个 Kingdom 系列，然后出自于 Beast War 里头的神鹰。那目前价格还是比较高了哦，还是比较高。那喜不喜欢，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觉得可以等它价格再稍微低一点点，目前都是高过于台币原价799啊。如果你是这个价格入，我个人觉得它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当然如果你喜欢，那我没有话讲啊，当然你更不要跟我说呢啊，之后呢买不到了啊，都是你害我没有买到。那个这个我只能告诉你，单端就这个玩具来说的话呢，可能它顶多就是原价入，我觉得就很可以了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